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Dolores。我感冒了。我们今天来说感冒的症状。症状。感冒有什么症状？首先，你的嗓子会很疼。你的嗓子会很疼，还可能会咳嗽，咳嗽，然后你可能会流鼻涕，流鼻涕，你还可能会打喷嚏，打喷嚏，打喷嚏以后。你需要擤鼻涕。This action is called 擤，擤鼻涕。你还可能会发烧，发烧，然后你会觉得头晕。头晕，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，你得喝很多很多热水，还要多睡觉。我的同事都感冒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流感。流感。If you want to wish me getting better, you can say 祝你早日康复。祝你早日康复。All right. Thanks for watching. This is Learn Chinese with Dolores. Bye bye.